麦当劳就选到比较好玩的，就是像长为了旁边喜欢查清啊，走在那个屏东科技大学的那个学生入口里面接饮料才火啊，然后我们就以那个空间方式，以图墙的方式进去那个查获的啊，他这个第二层才出户口，是我们那个屏东县那个高。那个屏北地区最大六合彩，那个投注站，所以我们在春展期间，为了抢那个表现说，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对这个法律无价棋查缉赌博的决心。这边是。这一次的活动里面，第一个海报里面。是以机车上大手，贵重物。